昨暗睏了好啊，我别讲，迄是一定的啦吼，睏了好会举手，真诶假的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安尼吼，我甲你讲吼，这真正常啦。阮虽然吼，阮即几个做干部来讲吼，虽然是59期啊，那头一暗拢足歹睏诶，吼，啊，都爱甲今日阴暗就睏了真好啊啦。今日吼，我今日真吵哦，为7:30开始吼，甲用来10点、10:30，吼、哦，啊你上课出来，你讲，迄是吼，足久无做过学生吼，即马佫倒来当学生吼，你会当去回忆你学生时代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这是较轻松，就是即无考试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就是完全爱靠大家吼，上课的时阵吼，伫即个讲师内底所讲的一挂话吼，啊去甲理解，吼、哦。啊，甲分析，啊，伫你个头壳内底啊，会当做一寡改变。即、這个今日透早呢7:30个时阵吼，我要甲咱逐个人来讲，就讲即个法律个物件吼，到底是啥物物件？有个人讲吼，即、這个做国际法吼，一般来讲吼，国际法吼是拢无成文个物件啦。啊，即、這个所谓的战争法吼，战争法呢，很主席来讲，战争法是分做5种吼。没有五种的物件，一条文加起来就是战争法了，啊，就是海牙第四公约，啊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，个红十字会的有关战争的部分，啊，红十字会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，过来就是美国高等法院的最高法院的判决，啊，有关战争的部分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啊，有差不多100几件，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哦，是一堆啦，一堆干那山呢。你要读完哦，特别讲哦，用大学生做4年来读完哦，无可能。哈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哦，那个美国的陆军哦，陆军总署的迄个野战手册，那内底呢有3000几条，啊，这物件加加的来叫做战争法。战争法哦，坦白来讲哦，你干那有3个物件就好啊。第一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啊。即、这个，刚刚讲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哦，会当替真侪人解决你心内底的疑问。什么叫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？你想看卖哈？即马呢，现主席今日的美国是真强的国家。美国呢，到处拢在战争，伊拉克啦、阿富汗啦，哈啊，所谓说伊拢在战争是中东啦，拢在战争。啊，若讲真正讲吼，占领就从迄、那个，伊若占领以后就从迄、那个。那安尼占落去就变做伊个哦，这叫做占领，就是并吞哦。那安尼这个去换一下。那安尼时阵哦，我讲即马全世界超一半个土地拢是美国个，啊，就是因为伫1830年、184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，这个国际上哦，印度定了有一个国际法，就是有一个万国公法、万国公法，这内底就规定啥？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所以两个国家战争以后，赢的国家、占领的国家，将迄个战输的国家甲换政府，这就伊的责任啦。啊，你这个政府甲我这个政府讲的袂合，啊就战，啊战什么人占领，了后就有权利啊，去共迄个所在占领。但是占领以后啊，伊一定爱将替伊占领的所在，替伊组织人民的政府。哦，一定占领的国家一定要给他组织一个占领的政府。啊，占领的政府呢，就是占领者、占领者，伊有伊的意志。啊，这个意志实际上就是等于命令啦。所以你就袂当啊啦，你袂当违背。讲到这个代志哦，我有当想到228啦。228时阵，台湾人犯一个错误，迄错误是啥？一直家己叫是讲家己是占领的国家。但是中国人伊无认为你这样呢，中国人眼中看起来，咱这台湾人是日本人呢，所以蒋介石伫拄拄啊这样
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1945年来台湾的时阵哦，蒋介石迄个秘密档案啊，伊竟然甲拿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啊，做麦克阿瑟讲啥？伊讲伊希望将台湾内底600万的人民啊，拢总改载去日本。苏联就安尼做哦，苏联将北方四岛，伊甲迄个北方四岛甲占领伊啊，内底有16000个日本人啊。拢装用船啊，改载登去日本。啊，载登去日本要创啥？迄个时阵，北方四岛就变作无人诶，无人岛。啊，要按照国际法来底啊，无人岛啥物人先占，也当先宣布讲，迄个土地是伊诶。所以今日日本政府伫甲苏联伫讨迄个北方四岛，原因伫遮呢。这方面呢，我有写这个文章啊，伫这个做90，我迄个台湾战争史、台湾战争史内底93篇，内底我有写这个日本的北方四岛千岛群岛，啊，我将这个法例啊，拢足清楚甲分析，底下说的，和一般的人去参考。讲到台湾，蒋介石迄当日占台湾的时阵啊，伊有建议讲哦，麦克阿瑟啊，你600万，甲再登去日本，但迄当麦克阿瑟改回答讲哦。哎，拄啊战争结束尔，他有遐尼啊济船，何谈啊将这600万的台湾人改载走？啊，当时呢，伫蒋介石伊个伊俩做日记内底有讲嘞，用现主席在迄个时阵啊，现主席伫台湾顶管的这台湾人根本都是日本人，不是中国人，这历史上拢写较足清楚的。所以落尾啊，伊要来统治台湾啊。伊就只有一个方法，伊无爱让你600万的人口啊，改反对，所以伊就用一个策略啥，讲咱拢总是中国人，同胞啦。所以伊第一个文宣是甲你讲，亲爱的同胞们，你们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嗯，啊，你想想诶，嗯，啊，将来咱都毋是中国人啊，咱也是中国人咧。和你讲血缘呐，当然这个法律哦，不是。无伫讲血缘的物件，法律的物件就是讲哦，伫讲法律啊，甲地道理。所以咱台湾即块土地，实际上伫法律上来讲，马关条你已经挂互人，敢若卖出即间厝已经卖互人去啊，啊，佫交割啊，问题是交割了。啊，所以你即马吼，话你的孙啊，讲嗯啊，即阮阿公的，啊伊迄当阵哦，你着战争啦，所以爱讨得转来，袂使。除了讲，无你佫一摆战争。啊！一摆战争嘛，讨袂转去，安怎讲呢？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所以我各位讲，你若学遮了，你就知影台湾即块土地永永远远袂转去中国啊！啊，会转去日本无？这就歹讲啊！安怎讲？这就要看日本天皇，啊，看美国的态度。美国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啊，就看伊的态度啊。伊若讲上将是即块土地，伊想想讲好，我要献给日本天皇，会使哩无？有权利哦。刚才卖出琉球，琉球去予美国托管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，交予联合国托管，啊，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，啊，美国托管以后，1972年，伊想想诶，讲经过谈判，尼克森含迄个佐藤荣作谈判，谈判的时阵，美国是甲伊讲安尼啦，你两个基地吼，做予我，做予美国啦，99年，搁再99年。啊！伊安尼，我这个琉球啊，我行李。啊，当时我来行李的时阵啊，但是我当时拍琉球的时阵啊，美国有动用700-800所谓迄个军舰啊，有损失，啊死20000个，诶，做美国兵啊，啊你这钱爱讲赔，诶，这样的国家会当甲你要求。所以琉球行的时阵，有个人唔知的人讲哦，啊，琉球经过公投，可要回到日本，无这代志，没有公投。谈判而已，伊那就公投，唔免公投啊！我占领原来这块土地，啥物人的，我献予原来迄个人的就好啊嘛。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同款。即马美国，咱伫伊2010年9月7日，伫遐开酒会，开煞，美国国安局就将咱的70-80个人甲咱集合。伊讲，阮今日因为迄人是过了嘛。用我美国今日替你台湾人开一条路好啊，恁照这条路向头前直甲行去，安尼恁就会达到恁的目的。所以呢，咱今日伫上课是有一个因缘来的，
咱毋是黑白上课呢。咱遮干部上课是开家己呢，你嘛交钱，我嘛爱交饭钱呢。你交6000，我是交3000多样啦。啊，因为我是长期啊，连续已经59期啊呢。所以你爱知影就是讲，咱嘛真感谢这个土地的主人，吼、哦，迄姚先生啊，伊将这个所在提供，连咱遮装潢拢总是伊创的啦。咱哪有钱？咱真正无钱。所以有个人伫外口三日乌白甲恁吐，其实即马你甲恁吐的，因拢足清楚的。因知影啥？台湾民政府啊，台湾民政府毋是诈骗集团。我昨嘛甲恁问过啊，恁有啥物人捐款予台湾民政府无咧？咱即马的物件，干两种，一种恁受训，啊，你受训是讲讲食讲住，当然爱立钱是一定的，你民宿嘛爱立钱。搁一种就是身份证。身份证收1000块，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伊个晶片是啥物人做的？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所做的呢？含咱的这个做身份证的迄个晶片是同款美国的单位做的呢。所以咱这边去美国的时候，迄个身份证会使去对，会使去国会，会使去这个做国务院，当时坐飞机的时候会当做你的证明。所以你讲迄个身份证有效啊，绝对有效，100%有效。因此呢，咱爱知影就讲，咱台湾现准是甲今日为止啊，好不容易咱过赢，过赢以后，你都讲啊真清楚啊，好，我尽款还你啊。但是你台湾后摆要哪行？即马开出条件啦，未当变作共产国家，未当讲要等于和中国统一，未当讲啊做即个建国，因为即个土地主人是日本，你去问日本天皇。所以呢，咱伫台湾伫即摆现主席伫上的课，就是讲即个法律。啊，这法律后摆要哪行？坦白讲，这就爱看咱台湾人后摆头脑较好，啊，看要哪来处理。所以咱伫明仔就后日啦吼，拜一啊，拜一的即个自由时报的地稿版，咱有一个广告。这个广告就是拍出咱的主张，来你讲啥？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什么叫国际地位正常化？国际地位正常化的意思是讲哦，日属美占，这个土地属日本天皇的，但是呢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咱讲咱要解决这个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较简单啦。当然到今日为止啊，美国安尼吼暗暗掖掖啊，无要直接甲你承认讲占领，但是实际上啊，世界你去看咩啊，到处拢是美军的，是只不过伊先啥先变好，伊啥物所在美军。啊，其实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啦吼，新店的乐山基地，乐山基地有翕相有啊，啊，迄边啊，伊嘛是美国的国旗，啊，这个叫做左营的军港、青川港，啊，做花莲的加山基地，各位，这些所在拢总是美军的，啊，做台东的长滨，拢总是美军的，因是美军今日无穿制服。啊！伊个进出用直升机，上台我嘛无啥清楚呢。迄当初我想奇怪，啊，奈即个美军奈真少看到。后尾我就已经发现了，原来啊，美国人入来台湾的时阵啊，拢用飞机伫青川港，啊，到青川港以后，因就改坐直升机，所以你看袂到啊。但是有真侪伫迄个所在伫做工的，就是说基地迄个工程哦，咱有学员是迄个工程的，即个做。顶礼拜拜，顶礼拜拜你，和我见面，伊甲我讲哦，伊讲秘书长，你讲的拢通着，我讲啥物物拢着，伊讲吼，伊做迄个乐山那雷达站的基地啦，哦你做的哦，伊讲哦，我甲你讲哦，遐美军啊吼，拢总是直升机来啦，啊要离开嘛是用直升机离开啊，坐走的啦，所以根本和咱接触的机会无真济。但是因为咱即马告美国，美国从即马现主席在机密啊，一项一项拢提出来。因为告美国的时阵，美国人的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，伊是用会遵照美国的法院的判决。美国判决的第六点，就是讲你主动就是行政单位爱主动来协助咱即个原告，就是咱。当然，咱家己本身嘛爱做一寡工课，例如你要占人政权，你免训练人吗？
当然爱嘛。你无训练人，你是要哪接？你唔通讲坐落去，甲美国阿啲话就讲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就翘起啊！台湾主权无独立嘛，主权伫上下，伫日本天皇下。所以咱即马呢，美国有甲咱教呢，伊讲吼，恁爱想办法甲日本沟通，爱互日本人知影。但是这要甲日本人沟通，要互日本人知影，坦白讲，美国如果不帮忙，你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即边今年安倍晋三要调的时阵啊，美国迄当阵有甲咱问呢，问讲吼。就去年啊，去年啦，去年尔尔，伊讲啊，恁日本是跟啥物人较有联络？我想几波，敢有一个安倍晋三，安倍晋三有派伊个助理来咱家上课，对吧？哈达克，啊，就是画那个漫画迄个啦，迄个人，迄个查某囡仔，少年啊呢，三十岁尔呢，有来遮上课，啊，伊等于有从遮在去甲安倍晋三报告，因为伊当然是伊是因太太安倍晋三太太个助理。啊，就甲报告，啊，报告我就甲美国讲，啊，就即个安倍晋三啊，所以美国嘛甲协助安倍晋三这边伊动算的时阵啊，啊未算哦，安倍晋三啊未算哦，美国就甲咱讲，讲安尼，这边吼、哦、安倍晋三伊的票数吼、哦，伊迄个自民党啊，会赢三分之二、四分之三，果然啊呐，无唔对呢，346席呢。因为众议院是480席，敢若亲像2011年的12月31日，我伫咱的忘年会，甲咱千几个的学员，甲宣布啥？宣布讲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。哎，毋是我即摆咧讲的呢，赢大拢有呢。恁有时间，恁楼骹你也看赢大。喂，有个人讲，有个人唔知影啦，讲嗯。啊你台湾民政府美国讲有 CIA， 你甲你连啊乌白讲啊放屁，无要紧，有足侪代志，我伫遮呐宣布诶，每一项拢实现，无一项无实现诶。当然有当时啊是后个月才会实现诶，但是我着先宣布，敢若讲即个80万票就好。12月31日我宣布，1月10日投票，啊赢几票？79万8000，差不多。相差1000票左右，但是因两个人票数确实有影有达到80万，啊，才阁降落，就属实啦。啊，你是你去往那边啊解说？其实我是足清楚 ，CIA 伫台湾这个土地有2000名，伊在各个角落拢有 CIA 的人员，所以你免烦恼台湾啦，台湾袂无去啦。咱爱烦恼是干呐？咱的工课要做好，咱爱法律要读个清楚。你若读个清楚，后摆照这条法律，甲美国来救赎，该啥参详？我看到讲二二八的原因是啥？中国人来台湾，伊将咱台湾人当作建白国，但是咱家己本身就是咱是建县国，所以有一寡无合理的。台湾人400年来头一摆欠粮食，二二八迄个时阵呢，1945开始，甲1946迄个时阵，啥啦？美拢去哦，单于讲再去上海去偷卖。啊，变作咱台湾变作啥？无米好食。嗯，哎、欸，台湾400年唔捌欠过米呢，但迄个时阵欠米，啊，你物价大起。1949年，甲你印新台票1元，甲你换咱的旧台票40000。即我相信，少年啊可能唔知啦，但你看一寡记录，你会知影。10000块甲你换40000块，迄是表示啥？台湾人是为好业变作。就一块换40000就对吗？一块来换40000块，哎、欸，咱的有钱，拢总去国民党做兵，甲你扫去。咱是真真正正为上届艰苦的迄个时阵啊，还佫爬起来佮行哩呢。即马共产党要来，伊袂来啦，但是大家心内会惊呢。所以我甲佮伊讲，甲佮伊讲，台湾民众来执政，咱嘛要发行正台币，正港的正正台币。正台币若发零的时阵哦，咱嘛要甲宣布，你新台币要换正台币啊，一元，对，你用40000换咱的1元。伊讲奇怪，你若怎样换40000换1元？我算利息呢。啊，当年你用新台币敢换40000块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经过才68年啊，60几年嘛，啊，60几年利息钱爱算无？爱呢。啊，你有讲安尼会乱去哦？开玩笑，啊，你中华民国用一元的新台币，敢咱换40000块的时阵都袂乱。是安那？我即马要甲你换倒转来，公道嘛。但是，
今日你若唔是台湾人，你无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你若有身份证，一块我给你换一块。但是你若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歹势，40万换一块，安尼有公道无？对啦，恁派出所表示公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唔通叫伊讲吼，你革命先行者没有好处，好处多多啦，我跟你讲，还佫有咧啦。啊，你放心，我讲的拢录音，你每一支去看咱的网络，遮拢录音哦。我讲的每一句话，一只讲的拢准算哦，袂讲我袂讲哦。我嘛讲，我嘛向外口嘛安尼讲啊，因为过去你一块敢换40000块嘛。我即马要一块，我即马换作我一块，爱甲你换40万嘛。所以我甲你讲吼，啊那台湾人，但是去互咱认定伊是中国人，真有无常啦。连战即款人啊，迄毋是40万换一块啦，无定爱4亿换一块啦。因为安那，我一定甲伊问讲，啊，你的钱是为倒来，从哪里来？所以你毋通，各位你袂当讲，咱若开始即要执政的时阵吼，啊有个人。因为即卖伊无相信咱嘛，伊歹申请身份证嘛，啊遐个人死搞会甲你讲吼，拜托拜托，我遮济钱吼，你甲我换，啊我分你，袂使哩哈，袂使哩哈。哦，袂啦，免烦恼，咱一只吼拢免烦恼啦，咱是台湾民政府呢，比这个地量扩较大啊。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啊，从以前到今啊为止吼，你有足济现象。好、哦，有很多的现象，恁会使讲，拢无袂，拢受袂到的。咱直接受分偌久，2年半，对不对？为一月2011年的1月14号、15号、16号第一期的，即摆2013年，每一摆咱咧受分，咱礼拜要翕相的时阵啊，我真正敢讲大声话，无一摆是落雨的啦，敢若有一摆。迄摆是风台啦，这2年半来，外口你落雨，屁摆屁屁叫，我咧烦恼啊，讲有几啊摆啦，我下海啊，啊一边吼爱伫室内翕啊，足奇怪啊，这老天的安排啦，3点准时雨都无啊，日头阁出来，所以3点半咱落去翕，翕好起来，4点阁开始阁落，足奇怪呢，我讲几啊摆啊，我这真正吼。录音、录影拢有啊！你甲看我讲有影无影？我毋是你讲哦，怪力乱神，读册人袂当讲这嘛。但是我是讲哦，即种的现象是真真正正很奇怪。咱当时嘛足侪人伫讲，啊有当礼拜就落雨落到屁屁去哦，大家讲哦，啊系啊系啊，啊叫秘书长哦来甲天讲一下。我嘛相信呢，我来讲，我天啊，我是台湾民政府呢，3点半要翕相。雨嘛小停一下，真正停呢，几啊摆拢这款情形，好奇怪呢。所以有当我想起来，讲到我嘛会惊呢。所以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吼，我愈做代志，我愈小心。所以我赶快要来鼓励咱各位，都唔是讲天气啦，唔是安尼啦。咱台湾的地位吼，爱靠咱党的人共同，共同来拍拼。啊，会行无？会行。你想，你唔免革命，我未叫你讲压刀压枪。啊！即爿外口有人讲哦，叫你亚都亚钱哇！啊，在台湾在革命啦，台湾在安那有无？卖插伊，哪边安尼甲讲？无你做台生，我甲你保证，做台生迄个人哦，即爿外国甲你换秘密甲你讲哦，无啦，我是要叫你做台生呢，讲叫咱做台生啦。我下你叫你讲的人，你唔爱做台生，敢毋是安尼？互伊做台生，咱都后壁甲伊亚军啊，甲伊讲好，加油加油，安倒啊！免，我阁讲一摆，你不用拿刀。不用拿枪，要将中华民国赶出去。啊，中华民国已经差不多要结束啊啦！我估计差不多上万明年要离开啊啦！啊，恁准备好未？还没有呢，还没有4000年呢。啊，你即马说你甲你上课甲你讲的这些物件，你爱好好读，物件发给你，你爱读，真正爱读。你伫外口才有人甲人讲，所以你敢那读2节课，我今日做拜五的。拜五吼，昨个暗时一节课，过来就爱到明仔载下晡，阁一节课。啊，每一摆礼拜最后一节课，礼拜诶，迄个下晡点半的课啊。你甲看明仔载下晡点半，才后壁拢坐到满满满。因为咱的学员会当转来听，
吼、哦，咱若有伫上课，你拢会当转来，吼、哦，坐到后边听，就最后一节课吼，会当转，因为每礼拜，超每礼拜拢有新的进度，我著每礼拜用新的进度，伫最后一节课会甲大家人报告，啊，所以你若当然有较远的无多吼，你著用电脑。啊、你一定也要用电脑。啊，你像即卖呢，咱伫即个官网顶面拢会替你注册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密码互你。啊，你若有啥物问题，你通拍迄个电脑，用你的密码，会当伫咱顶面啊留问题，啊，我就甲恁答复，安尼较方便啊。啊，这会晓电脑的举手，哦，真好，即卖吼，诶，会晓电脑的人愈来愈侪啦，而且非常的好。啊，我会甲恁注册，吼，啊，恁就一定爱上迄个电脑去看。各位，坚定咱家己的信心哦，是非常的要紧啊！会记得我甲你讲一句话啦，除了法律，台湾已经无第二条路啊！中华民国马上要无去啊！所以民进党甲落尾伊会发现讲，伊骂的是白日梦啊，根本都无中华民国，迄中华民国是假的嘛！你来上课，你就知，迄根本假的嘛，没有这个东西嘛！啊！国民党这死中国啊，甲你讲一个中华民国，哎、啊，竟然甲相信，民进党足可惜诶！伫党外时阵，伊就讲要推翻中华民国，哎、欸，啊，这点才袂记咧，啊，我去骂中华民国，啊，都无迄个物件，你去骂啥？所以呢，这是一个，你来上课哈，就是爱学这真真正正的代志。啊，像少年，我看真侪，非常好。你喏，那高级班，高级班就是伫后个月。七月份有一个十九、二十二高级班吼，啊，你若有时间，我嘛希望恁都爱过转来参加这个高级班，哈，啊，这因为高级班有当人会较济吼，恁可能爱先报名，啊，无诶，这个做床位啦，各方面吼，即马好加在咱后边吼，便所啊做起来，浴室啊做起来，吼，有真加真方便啦，啊，但是嘛是爱先报名，我惊吼，恐惊伤济，因为咱有两届吼，要收哦三百几个呢，对袂落呢。所以美国无怪有抗议啦，甲咱抗议啦。伊讲，你三百岁，你是要哪上？啊，来分做两班，啊，分成两个班，安尼是不好啦。所以咱即马有咧控制人数，拢超一百个左右，卖互超过。啊，以上是因为即马还佫三分钟吼，我是利用即个早时吼，含咱各位利用时间来讲几句话。啊，明仔载早时七点半准时，佫再我会甲各位讲话，迄是要代表。美国政府送予各位一面美国的国旗，哦，啊，同款的要甲各位报告，你唔通用德国，一定爱买旗杆，哦，你厝内底有旗杆的，你就免买啊。啊，若无旗杆的吼，我甲你建议讲，你爱买旗杆，好不好？迄个尤其吼，你会当买迄支老鹰图啊，迄真少，外口你无地好找啦，啊，哎，但是你会见吼，迄老鹰图起去吼，很容易被甲你摸去哦，老鹰会飞去就对啦。迄只人是活的，所以吼、哦，你买等于吼，爱少注意，足多人会甲你偷着迄老鹰头，吼、哦，三十嘞，分做三十嘞，你先看，甲迄种同款啦，三节啦，啊，迄是金的吼，无你卖金的啦，迄个金的是拢美国来吼，啊，咱卖是迄、那个啊，只铝杆铁你看吼，啊，你若要买吼，找这个麦苏走啊，哈、哦，迄阿娇小姐吼，伊足好诶，伊已经伫咱遮吼，拢是做义工啦。啊，咱后摆毕业以后，若要来做义工也可以。义工意思是啥？无薪水的，但是有一顿饭好食啦，吼，安尼尔啦。哦，啊，因为我耽误时间吼，大家要准备上课吼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